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5月6号的《原视晚间新闻》。苏花公路又坍方了，169.9公里处的仁清民隧道坍方，公路局封路抢修，预计5月9号才可以重新开放通车。桃园复兴乡出现土地争议，有泰雅族人彼此争夺土地权，也有外来的非原住民族人口认为自己常年住山区，也应该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纽西兰知名的毛利政治人物，也是前毛利事务部长 Holomia， 在4月29号因病在家中过世，享年62岁。南投仁爱乡提前庆祝母亲节，表扬19位模范妈妈，其中一位身心障碍的母亲，连续3年带着她也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上特教班，令人动容。台湾东部的交通建设贫瘠，而一连几天大雨过后，不令人意外的就是苏花公路又中断了。由于台湾东部近来吹东风，导致对流旺盛，气象局持续的针对台湾的东半部发布豪雨特报，花莲秀林乡河中段又下大雨。苏花公路台九线169.9公里处的仁清民隧道被落石击中损坏，公路局紧急封闭苏花公路，而且是完全封闭，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行，正在进行抢修，预计到5月9号才可以抢通。因为近日东部外海对流旺盛，降雨不断，5号入夜至6号清晨，东部海岸持续大雨，尤其花莲秀林乡河中路段雨势相当大。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24小时累积雨量已达142毫米，造成苏花公路台九线169K+900名隧道受落石重击，顶板损坏变形有塌陷之余，6号上午和仁到崇德路段进行封闭抢修。因为我们目前本来那里的作业空间只能够容许一部的怪手到上面去做一个刷坡清理的作业，那我们现在请厂商务必要设法弄2部车子上去，2部那个挖土机上去，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这大部分在抢修的一个作为。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南澳公务段，自102年5月6号上午10点开始封闭和仁至崇德路段，已列现场进行抢修工作。如天后状况许可，预估至102年5月9号下午5点开放全线通车。记者穆拉斯陈天赐台北市采访报道。带你来到桃园复兴乡，有泰雅族人彼此出现了土地纠纷。这就是位在于桃园县复兴乡三民村扁不动的入口处，原本一片茂盛的竹林却被砍得光秃秃的，声称自己是地主的富人，土地遭人滥伐。这个算你们家的地？对对啊，一直我爸爸开垦的田地，以前是田地啊。哦，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现在他是他的，他合法拿到的那个权利啊。你说这个？他比是下面，可是他砍的是上面啊，他全部砍。是你们家的竹子全部都被砍？对啊。整片竹林被伐得精光，撒运气的跳脚，怒斥阳性民众将竹林砍得精光，向乡公所请教该土地是否有滥伐的疑虑。农业科人员带着地号定位仪来到现场。那我们就依据整个行政程序里面去走，那基本上土地权属跟地权跟地用人都要一致。遭人滥伐，林英向派出所报案，但当事者却支吾其词，突然提到土地权利正在法院诉讼中，还在等候判决。向富人请教是否有土地所有权，却无法提出地号665的所有权证明。经过乡公所调出文件后，乡长也对争议已久的土地做出回应。至于李继美所讲说那是他的，那我们在这个书面上我们看不出来是他的啊，这个确实就是杨先生的地啊。所以他应该要去厘清跟杨先生之间，要先去厘清这个地到底是谁。但是我们书面上看，这个确实是杨先生他自己要种耕除草，我们当然依法一定要核准他。文件上明确表示，土地所有权人乃为杨姓民众所有，并且也早已有种耕除草的申请，因此才会将竹林做砍伐，一切符合程序。但因为富人认定在该土地上耕作超过半个世纪，站在泰雅族既有的观念上，认为是自己所有。但乡公所还是认定所有权人乃为阳性所有，一场土地争议在这一纸文件中应已看出了答案。记者巴鲁马耀桃园复兴采访报道。过去百年来，原住民族必须不断的学习，以
汉人制定的法律来定义土地的所有权，原住民族的土地陆续又有汉人进入，或是居住，或是耕作。也有人说自己是合法承租，住在原住民族地区的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这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有平面媒体报道，平地民众市居复兴乡，因无法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之租金，依据原住民保留地租赁契约第四点，以出租土地公告地价年息3%来计算，无形中是变相加税，苦不堪言。而在后段更是提到，为维护平地人在山地乡居住的工作基本权益，让平地民众可以继续在这一块土地上生存与生活，对平地民众承租原住民保留地权益问题，政府不应漠视。从字面上看起来，就是要呼吁政府降低租金。不过，根据《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条例办法》第15条规定，非原住民的民众不是不能够在原住民保留地租地吗？根据《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15条明确提到，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权、地上权、承租权或无偿使用权，除继承或赠与于得为继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户内之原住民或三等亲内之原住民外，不得转让或出租。当中明明规定，除继承或赠与得为继承之原住民，平面媒体所报道的非原住民为何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复兴乡境内的原住民保留地有所谓的承租权？乡公所引用了《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28条来做回应。这个条例施行之前，在这里的就可以得以继续承租嘛？但是你得以承租，你这个29条这里跟着29条规定不能转租或者说卖给别人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把土地收回。有继续承租的平地人，大部分都是以前世居在这里的。要不然他们现在来申请很难嘛。乡长引用第28条，非原住民在本办法实行之前以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继续自耕或自用者得以承租的概念，解释原来所谓的平地承租户是在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颁定之前就已经是寄存的住户，所以这一些非原住民的承租户算是特例，因此特例以外的非原住民身份还是无法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承租权。记者巴鲁马耀桃园复兴采访报道。台湾位处地震带，福岛核灾之后，社会各界不但关心核四厂要不要续建，也更关心目前已经在运转当中的三座核电厂的所在地的地质是不是安全的。台电就委托学者调查，结果学者们的发现是说，过去很多人都以为屏东核三厂附近的恒春断层只有16公里，但是这一次研究之后被发现，这个断层可不止16公里，而是41公里。学者认为核三厂的地底根本就存在有破碎带，不过台电在今天依然出面澄清，表示的确有断层带，但是绝对没有经过核三厂。台电最新委托调查核电厂地质，发现核三厂附近的恒春断层比过去认知的16公里延长到41公里。有学者分析，厂区底下就有破碎带，不过台电强调，断层带没有经过核三厂。恒春断层并没有经过我们核三厂的厂区，并且它离我们核三厂的气机厂房的距离有超过1.1公里以上啊，这个我们要必须要澄清。针对学者分析指出，恒春断层一旦发生地震，规模可达瑞士6.9以上，台电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是学者的个人见解。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已经证实核电厂有断层带经过，显示台湾根本不适合盖核电厂。陆陆续续这样的资料出来，我们希望台电对于核电厂的关于地震、关于地质的问题，其实更应该直接正式的面对，而尽速的停下这些在断层带附近的核电厂。台电指出，这份报告将送原能会专家审查，如果原能会有意见，还会再修正，才会正式对外公布。环保团体批评福岛核灾是地震造成断电才引发核灾，批评台电把福岛核灾归因是海啸造成，地震威胁却略过不提，根本就是模糊焦点。记者黄如庄志成台北报道。民进党则是持续推动非核家园还有反核四续建的目标，前往屏东县三地门乡举行反核座谈会。
核电问题在立院争吵不休，民进党原住民族事务部为了让部落更认识核电议题，四号在屏东三地门举办座谈会，邀请长期关心核能问题的部落族人共同讨论核电议题。透过我们的联络站，把每个部落里面这些乡亲集中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说明会。座谈，然后说明会，让他们更深的去了解什么叫做核能。座谈会中，与会人员专心的看着投影片，一张又一张核电所带来的灾害简报，也踊跃的提出问题。座谈会人数不多，且多数是老年人参加，但处长说，对每位可以参与的都表示不简单。大家能够来哈，就是还说可以来的，我们这所有的贵宾，每一位代表的就是100个人呐，不简单哦。这次活动约20位人员参加，透过座谈会让在座的民众更认识核电所带来的问题，也认为要好好善用土地，避免遭到破坏。记者综合报道。的确，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能源的价格持续的高涨。今年4月底，国际天然气瓦斯的价格比去年同期还高出了1倍，而原油的价格也始终维持在10年线的高位。为了减轻低收入地区民众的负担，在非洲肯亚就有一家建筑公司特别设计了一种垃圾焚化炉，而且还兼社区集体厨房的建筑，这一它可以用来焚烧垃圾，而焚烧垃圾产生的热力还可以传送到旁边的厨房，当地的民众就可以使用免费的火力来煮菜。在垃圾堆里随手抓起一把塞到洞里燃烧，拿着铁棒把垃圾往火炉里推。这些垃圾就是一般被人丢弃的废物，但是这个火炉却是经过精心设计，那一头在烧垃圾，但是在这一头，人们利用燃烧垃圾所产生的热力，忙着煮菜。热腾腾的 chapati 烤饼差不多做好了。这里是肯亚西部 Rift Valley 省的一个小社区，自从引进了这一座垃圾焚化设备兼社区集体厨房，当地有不少民众在吃饭前都会自动自发的先来这边帮忙清理垃圾。inanisaidia njusi nunui mafutata na kuja tu na vitu zangu ninapika ninaenda。这个特殊的火炉就是这一群位于首都 Nairobi 的建筑师研发设计的。We know that it's sound, and you know the technology is sound, and you know we're getting all these awards, international awards, because they really do believe in the technology. But now, what we really need to do is to get the community on board. And you know, of course, we've had issues with people thinking rubbish cooking my food. I mean, my old socks could actually be making my next meal. You know, so those are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we've had to try and overcome, and we're still working on that.在一座农场旁边的包装工厂里，工人们忙着工作。除了用在小社区之外，这座特殊的火炉也可以用在大农场。这座工厂本身就制造不少垃圾，而且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少废物。当初由于迫切需要找到有效清理垃圾的办法，所以农场老板决定引进这座特殊的火炉，而这里的工人则成为这项新设计的第一批使用者。If it can be built everywhere in Kenya, in each county, if we can get this, everywhere will be clean.有了这一座特殊的火炉，煮饭前顺便把家里的垃圾带过来清一清，甚至有人在这里经营小吃摊，每天都有不少来这里倒垃圾的客人排队光顾。由于既环保又省钱，目前这一家建筑事务所已经接到来自奈及利亚、巴厘岛甚至是英国的订单。记者邱德正编译。立法院的院会4月30号三读通过了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要修正的内容就是原本这个赔偿条例规定228受难者申请赔偿金的截止日是2004年的10月6号，但这一次修正过后延长申请赔偿的时间到了民国106年。接了这些
立法院院会四月三十日三读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原本二二八的受难者申请赔偿金期限早在2004年10月6日就已经截止。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其中第二条修正条文部分内文规定，期限届满后，若仍有受难者因故未申请赔偿金，在条文修正公布后，可以再延长四年。主提案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许多家属或后代因为恐惧未将事实告知给下一代，也因为档案的流失以及相关事证未经政府公开，导致后代或受难者本人无法在期限内申请赔偿。这次修法主要是要让赔偿期限延长四年，让一部分的家属有时间可以处理赔偿事宜。虽然事隔多年，仍应该继续抚平历史的伤痛。我相信历史正义哦，应该是没有期限的。秀林乡有很多的原住民哈，那尤其是当年的第一任的第一任的官派乡长哈，本身也是二二八的受难者哦。那但是因为相关的这个档案资讯并没有很完备，另外一方面可能家属长期基于白色恐怖的恐惧哦，那有一些讯息并没有及时在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年限之前来提出申请。萧美琴表示，受难者在得知或是找到文件档案佐证自己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从申请赔偿的期限延长，目前约有30几起案件可以让受难者家属获得平反。他强调，历史正义不应该有期限，要还给受难者家属不仅获得政府的正式道歉，也要获得应有的赔偿。记者邓丽赛立法院采访报道。如果您家中正有国中二年级的孩子，那么观众朋友您一定特别留意这则新闻。这是原本原住民族学生参加升学考试，可以在取得行政原民会的族语文化能力认证之后，在会考之后加总分的35%。但是当明年十二年国教政策上路，强调免试入学之后，当然也就没有考试了。那超额比序的标准又没有明确规定，会讲族语的学生是否可以优先加分的制度，所以很多师长理解就是认为说，这等于十二年国教上路，也等于原住民族学生升学加分的制度等于要凭空消失了。地方的市议员、中央的立委持续的追问教育部，要如何维护政治经济条件原本就很弱势的原住民族学生的受教权呢？教育部长蒋伟宁表示，明年推行十二年国教之后，原住民族学生是不是还有加分制，或者要如何加分？6月15号以后，教育部的方案就要公布。立法院教育委员会5月6日进行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书专案报告。教育部指出，人才培育白皮书是未来十年各级教育人才培育的重要方针。教育部将依据白皮书积极推动各项人才培育计划，来全面提升教育品质。不过，立委郑天才针对原住民族学生在十二年国教的免试入学超额比序项目，依照现行的制度，取得族语认证的学生要加分35%，教育部处理的进度，以及要将大专院校对于原住民族学生外加名额比例从2%提升到5%，加上十二年国教已经将基测改为国中会考，升学制度也已经改变，要求教育部应该因应十二年国教升学制度的改变，要在3个月内严拟修正原住民学生升学优待及原住民公费留学办法，来保证原住民族学生入学和就学的机会。其国民中学学生基本学历测验成绩还有这些东西吗？所以这个都必须要修嘛，为了因应十二年国教，他必须要修这个办法，也就是原住民学生升学优待及原住民公费留学办法。这个从1995年了，到现在都，事实上因为为了因应十二年国教啊，是也因应这几年来从1996年到现在是的一些缺失，是必须要修正了。教育部长表示，免试入学超额比序是否要将取得足以认证的学生要加35%修法纳入，目前教育部还在根据各个学区做商讨，在6月15日以前一定会完成。在超额比序里面，either是在会考这边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一项在多元学习这里有一项是可以比分的或什么，我想这个我们总要做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样，尽快的会在今年在6月15号之前一定要完成。十二年国教吵得沸沸扬扬，有关免试入学以及特色招生的细节还没有完全确定，让许多学生家长一知半解。教育部长也强调，已经要求各单位加紧脚步，让各个学区所有的入学方案在6月15日以前全数定案，不能再改变。记者蓝福赛立法院采访报道。
行政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四月物价的概况，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达到1.04%，这是14个月以来最低的涨幅。不过，这是受到油料费跟网路费的调降，以及3C 电子产品持续的降价促销，互相抵消了部分的涨幅所造成的结果，否则基本民生物资还是上涨的。例如，观众朋友最有感的就是鸡肉上涨10.25%，可以说涨得最凶。每天要吃的米其实也上涨了6.06%。外出购买民生物品，看看商品售价又上涨。主计总处公布四月物价，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监控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光四月份单月就涨了7.19%，比三月涨了4.49%。而今年1到4月的涨幅跟去年相比，其中以鸡肉10.25%涨最凶，其次是米上涨6.06%。最近的禽流感的疫情，可能有对鸡肉的需求有受到一些这个下降的影响。不过，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鸡肉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所以使得它的年增率是稍微大一些的。不止鸡蛋和鸡肉上涨，其他的民生物价也变贵。由于受到春雨的影响，四月木瓜比去年同期上涨59.55%，青江白菜58.46%，蒜头32.44%，另外中药材也有8.61%的涨幅。中药材因为供应量的减少，加上最近的禽流感疫情也带动了需求增加。但鸡肉和外食费等价格虽然比去年高，但三 C 消费性电子产品等持续降价抵消部分涨幅，因此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指数为102.04%，比三月涨0.6%，比去年同月涨1.04%，一到四月则比去年同期涨1.62%。不过大部分的消费者主要还是购买民生必需品，主计处统计一般家庭四月民生支出就比去年同期增加624元，压力不小。记者徐小青、蒋龙翔台北报道。日子很难过，有劳工绝食，在劳委会楼下绝食的官场工人绝食已经将近200小时。上午，劳委会主委潘世伟到立法院针对官场工人绝食的事件进行专案报告，绝食的官场工人也应邀到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来旁听。中场休息的时候，潘世伟在立委要求之下上前慰问前往现场旁听的劳工，但是被劳工拒绝了。潘世伟今天首度表示歉意，而对于劳委会不借绝食者厕所又不协商，加上潘世伟连前往绝食现场慰问的动作都没有做到，立委炮轰要潘世伟下台。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中场休息，劳委会主委潘世伟在立委要求下上前慰问绝食将近200小时的官场工人。你今天没有收回今天说的谎言，我们不接受你的慰问。被拒绝后，潘世伟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首度代表政府表示歉意。政府过去没有负起该有的责任，所以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借着各位来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呢，我要代表所有的过去几任的政府向这些官场工人郑重的道歉。上午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邀请潘世伟针对官场工人绝食事件进行专案报告，也邀请官场工人代表及绝食者及劳工团体与会。对于劳委会不借绝食者厕所又不协商也不闻不问，立委炮声隆隆，要求潘世伟下台。将有执政党的委员共同提案要求你下台负责。你这十六都派下去，为什么讲不出来？你说很多同仁啊，你就随便举一个出来。因为很多轮流在走嘛，轮流谁嘛？没有任何劳委会的官员，因为我整天都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劳委会的官员曾经来跟我们有过任何的接触。劳工团体则要求劳委会要撤销告诉，不是恩惠，不用七八九施舍，只要劳委会立刻撤告。潘世伟回应，因为找不到代位求偿证据，因此劳委会才会提出七八九补偿方案，就是希望和劳工和解。也再次强调，有一半的劳工都已经还款了，也已经有43个人来申请和解，呼吁绝食劳工不要再悲情诉求。而卫环委员会最后也通过民进党立委提案，要求劳委会主委要亲自和官场工人推派的代表进行协商。另外，劳委会应该撤销告诉，且不得再提告。记者熊子张子佳台北报道。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在今天则是前往屏东狮子乡。
大型车辆一步接着一步经过南回公路，困扰着沿线部落交通安全，进出令人担忧。不过其中狮子乡的丹路部落段即将规划外环道新辟工程，当地居民期待能解决多年来的道路问题。这个长达将近300公尺的这个南回公路就直接贯穿在村落部落里面啊，可以说是险象环生。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首度来到狮子乡，赵伟、黄昭顺以及在地立委简东明特地视察听取民意。不只有道路安全待解决，受到瞩目的还有部落农路。近年来南台湾天灾不断，南回公路逢大雨必断，农路必经之地伊屯吊桥必须立即修复。我们伊屯一个吊桥，那个吊桥现在非常的危险，要修就赶快修。我们的对面同事交通部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带回去交给公务总局来处理，把案子都送出来，然后两个礼拜内我们请相关单位一并去会看。道路问题成为会议焦点，其中还包括公路总局正规划潮埔到安朔的南回公路隧道案，多项配套例如迁葬、土地征收等问题都还没有清楚的规划。南回公路贯穿狮子乡，期待会带给当地方便，但也带来其他问题。经委会首度南下，居民提出多项建议，立委黄昭顺承诺两周内再请相关单位一并会勘。记者歌社屏东狮子采访报道。行政人民会补助南投国立暨南大学原住民族创业育成中心，要协助中部地区的原住民族人创业。暨南大学举办了成果展，原住民族人努力的想要生存下去。趁着假日人潮多的时候，国立暨南大学原住民族创业育成中心4号在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展示原民厂商的文创产业以及有机农产的辅导成果。其实他们东西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因为可能是他们的习惯吧，就只会在默默的一直努力的做出来这么好的东西都不会卖，所以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承接原民会的这个计划。现场有手工编织包、手工织布及艺品，还有自然有机蔬果、无毒农产品等多元产品。不过现场人气最旺的还是能够解决民生问题的农产品，吃会比较安心，然后价位我们也觉得合理哈，会觉得吃他们的东西就觉得比较养生。有机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是它是可以可行的一条路，因为以前的灌熊农法到现在都已经饱和了，而且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有机它是以后的趋势啊。这次参与成果发表的厂商共有8家，暨南大学原住民族创业育成中心结合专家顾问咨询，让原民厂商能够学习到许多专业知识，像是克服了手工品不易量产的困难，有机农产业与加工产品结合，打破季节性农产品的限制等。此外还辅导以原住民的文化故事转换成为独特的产品，并协助申请有机认证、商标，维护原民厂商权益，希望能带动相关产业走向市场经济，带动部落的发展。记者 NOW 南投鱼池采访报道。行政人民会连续2年举办部落3H活力健康操大赛，决赛结果出炉了，稍后回来。
迎回到原视晚间新闻。在1994年成功的带领南非的原住民族人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过去两年他先后多次因病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最近超过90岁的曼德拉经过医师的同意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休养，但由于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曼德拉其实已经有8个多月都没有在媒体前面露面了。不过现任南非的总统祖马最近带着南非官方的电视台前往曼德拉的家里面探望，由于在画面里面曼德拉的脸上不再带着他典型的笑容，而且面容憔悴，电视台播出总统探望曼德拉的片段之后，引起南非民众一片谴责，民众指说总统祖马爱作秀，还不惜侵犯南非人精神领袖曼德拉的隐私。画面中坐在沙发上左手边的是现任南非总统 Jacob Zuma， 而右手边的则是19年前带领非洲原住民族成功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是这一段画面最近引起南非舆论针对 Zuma 展开批评。自从在2011年2月因为呼吸道感染而进医院接受治疗后，曼德拉的健康情况一直成为南非全国关注的焦点。4月29日 ，Zuma 带着国营电视台 SABC 摄影队前往曼德拉位于约翰尼斯堡的家中，结束后在曼德拉家门外接受记者访问，强调曼德拉的健康情况良好，试图让民众放心。Well, we are here today, visiting Dr. Madiba.With the officials, three of us, myself, the deputy president, and the national chairperson, we took a decision to visit him today, to come and see him. And we are happy that we did come. And firstly, the doctors gave us a report. And of course, we saw him. He's looking very good. He's in good shape. We had some conversation with him. Shook hands, he was smiled.As you can see him, that he's really up and about and stabilized. We're very happy. We think. 坐在曼德拉旁边的 Zuma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不过看看南非原住民族的精神领袖曼德拉，却没有太多笑容和表情，而且显得神情憔悴。有不少南非民众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片段后，实在笑不出来。It was wrong because they should have.Make it private for them, so that the people cannot see what's going on with him, you know, and more respectful for him, so that she can be respected, and because she's well known. SABC 播出 Zuma 探访曼德拉的影片后，第二天早上，南非全国多份报纸都以头版刊登这一则新闻，而报道内容大多是有关南非民众不满 Zuma 侵犯曼德拉的隐私。在社交网站上，批评 Zuma 的言论更是到处可见。这一位网友表示，曼德拉替人民做了这么多事，现在却像是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大家应该感到羞耻。另外有民众质疑苏马带着电视台记者探访曼德拉，不知到底是为了看病还是为了作秀。He was just standing there, well, sitting there, still and not even moving. He could only move his head, he couldn't even actually smile. So it just shows that there's just so much pain that's going on with him and like.It's just like, I don't know, it's some campaign that the ANC is trying to put out, which is not good. 曼德拉是后萨族人，过去在白人独裁政府执政期间，曼德拉为了争取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先后多次被判入狱，坐牢的时间长达27年。在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透过全面民主选举所选出的南非国家元首。在南非目前有不少民众期待。在今年7月18日，曼德拉95岁生日当天，都是要在全国各地将有可能会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记者邱德珍编译。好，这是来自南非的新闻，继续镜头带您来到屏东的排湾族地区，来义乡公所举办母亲节感恩活动，要孩子们帮自己的妈妈洗脚。
大家帮他洗。弯着身子，低着头为母亲洗脚。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活动，屏东来义乡特别举办一系列母亲节感恩活动，其中有一对一为终日辛苦的妈妈们洗脚，让现场的每位妈妈们感动的眼眶放泪，喜极而泣，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的洗脚的一个活动当中，让我们的辛苦的母亲也得到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的母亲们，所有的孩子们为母亲来做洗脚，来对母亲感恩，来对母亲的一个祝福。我爱你！哇，难道我都听到了呢？125.8。大声说出我爱你，以活泼肢体的动作传达对妈妈、对儿女以及家人的爱。透过精心设计的母亲节活动内容，让现场相当温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也提前庆祝母亲节，表扬今年仁爱乡19位模范母亲。在千庆国小管乐队的演奏之下，南投仁爱乡提前表扬模范母亲，并欢庆母亲节。今年仁爱乡共选出了19位模范母亲，这些模范母亲的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像是高龄72岁的陈连凤，她不仅是模范母亲，更是模范阿嬷，因为她不仅将自己的5个小孩教育得很好，现在也还在帮忙带孙子，每个孙子她也都带得很好，有些在社会上都各自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此也获得这次的表扬。我照顾孩子很多，还有家里整理，还有照顾我先生，因为我先生生病都是我照顾，还有我当阿祖了，还有小小的子孙的孙子也是我带的。今年还有一位患有轻度精神障碍的母亲也获得表扬，因为她就读国小的孩子也有轻微的精神障碍问题，必须上特教班，但是山上的学校并没有设有特教班，必须到山下的普里国小就读，因此她每天亲自接送小孩，山下山上来回奔波。她自己患有轻度精障，更也显现母爱的伟大，因此也获得这一次的表扬。不会啊，不会辛苦啊，为了孩子还是要牺牲一下嘛。这个母亲啊，我们非常清楚，她每天来接送，我想在她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已经占了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这个地位，而且所付出的辛劳跟时间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出来的。另外，仁爱乡长也表示，除了今年获得表扬的19位母亲之外，其实每一位母亲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在山区生活不易，偏乡的母亲们对家庭孩子的付出会比一般辛苦许多。对于城乡落差的问题，他也再一次呼吁上级政府能够重视，让偏乡的母亲们辛苦的付出能换来未来更好的生活。记者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就在4月29号，纽西兰前毛利事务部长帕雷库拉霍隆尼亚，他因为生病在家里面过世，享年62岁。台湾的原住民族电视台曾经在2006年访问过这位工党执政时期的毛利事务部长，就是在霍隆尼亚的任内成立了毛利电视台和各地区的广播电台。不过也是在他的任内，工党政府起草了纽西兰沿岸及海岸法，主张沿岸跟海岸不是只属于毛利人的，而是属于全体纽西兰国民的。这部法也让这位毛利政治人物遭来广大的抨击，说当官之后出卖了自己的族人。不过亡者已矣，这位纽西兰知名的毛利政治人物过世，来自各氏族的领导人参加告别式，连毛利国王都来到现场。现场下着大雨，不过来自纽西兰全国各地的毛利族领导人，包括走在队伍前面手中握着原木雕刻手杖的现任毛利国王 King Duhitia， 都赶来出席这场告别式。4月29日，前毛利事务部长 Perikura Haromia 因病逝世，享年62岁。在5月2日的告别式中， Haromia 生前所属的工党更派出多位代表前来出席。这一位就是 Haromia。1999年 ，Haromia 当选为国会议员，同时工党赢得国会大选，取得执政权。一年后 ，Haromia 被执政的工党任命为毛利事务部部长，从民意代表变成政务官。Haromia 在担任毛利部长期间，曾经推出多项有关毛利族社群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其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推动毛利电视台和毛利广播电台的成立。
Tōna āhua whakatetei e tahi wā, whakatoi tonu, me tērā momo mene mene, kia mā te mōhio tonu ia ki te kēmu o te whare pāremata. Hiromiya 从政的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挑战。在2004年的这场示威，抗议的对象就是 Hiromiya 和他所属的工党。当时的工党政府在国会中企图推动一项原案与近海法案的立法工作。工党政府企图透过立法指出，在纽西兰与大海连结的沿岸土地和近海海域的土地权都将归政府所有，因为土地和海洋是属于纽西兰全体国民的，并不只属于毛利族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殖民政府可以在未经部落许可之下擅自开发资源。政府的举动引起毛利族人反弹，认为是侵害毛利族人土地权的恶法。尽管在 Hiromiya 担任毛利事务部长期间，相关的立法无法获得通过，但也因此有不少人不满 Hiromiya 成为政府官员之后，选择站在统治者的一方，没有替毛利族人争取应有权益。2004年毛利党成立后， Hiromiya 选择留在工党，虽然工党在2008年败选，并且成为在野党，但是 Hiromiya 还是能再度当选国会议员。除了政治生涯上的挑战之外， Hiromiya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健康问题困扰，不过他一直乐观面对。据报道， Hiromiya 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在家中和家人一起透过广播聆听橄榄球比赛转播。记者邱德正编译。台东县政府举办美术展，一张十分可爱的布农族小朋友穿着传统服饰为题材的摄影照片因为自然而入选。一句工艺作品强调的是实用性，也有的是现代和传统融入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所有参赛作品中较能展现原住民族主体性的作品。一尊由布农族艺术家江小龙创作的作品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生活，获得评审的青睐，慢慢的把它变成艺术性了。你看它从人体里面然后长出计算机啊，或者是电脑、平板电脑啦，会有他自己就是跟生命的连接，也跟现代生活的一个连接。构图上来看，就是很有他的独特性。这一次台东县文化处办理的美展竞赛，首次扩大为全国性来征件，共有317件作品投件。在12位评审中，除了有83岁的摄影大师柯希杰之外，也安排了卑南族以及噶玛兰族两位艺术家参与评审。柯希杰大师表示，一张完美的照片，在于照片内容所呈现的是自然。台湾的小孩子胆量不够，所以呢，应该突破这种过去的这个 square 的这个教育，让小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做检讨，去年有很多反映说入围的获奖的件数太少，在200多件当中，去年只有45件是得奖的。那么我们今年也把这个提升。评审林胜贤也表示，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透过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创作，但要投入主流社会举办的现代美学游戏规则，就必须在作品上转化其观念，提升个人的想法。比较鼓励原住民的这个好朋友们，去艺术创作的青年们，或者是已经长期工作的这些创作者，在这个领域应该要把转化变成一个艺术性的探索。这几年政府积极投入与文创的推展，原住民族文化多元是天生的优势，但如何让自己的文化让更多人的欣赏以及发扬光大，必须在观念上做突破以及转化。这一次317件作品中共录取了103件，评审在进行最后评审，结果将在7月6号公布以及颁奖。记者卡特菲亚库鲁斯台东采访报道。行政原民会连续2年举办部落3H 活力健康操大赛，决赛结果出炉了。活力的音乐，卖力的抬腿，手也举得高高的，仔细一看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老，扭腰摆臀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来自全国的老人家们来到了新竹县，参加由行政院原民会举办的部落3H 活力健康操全国总决赛。第一天5月5号是一般组，5月6号则是长青组，不分老少，切磋武技。高兴，那个我们老人家活动了，
很开心啊，对吧、啊？因为练很久，对吧、啊？连续两年举办的部落三 H 活力健康操活动，在部落造成了轰动。而活力健康操竞赛就是提供一个展现原住民族健康与活力的舞台。部落的人都很热心，然后也都很喜欢这样的活动。看到他们今天，尤其是老人了、啊、哈，特别感觉到感动。希望他们健康。各部落也都发挥了创意，舞蹈结合文化内涵，足以口号融合力与美，也都得到了评审的青睐。长青组决赛成绩第一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望乡教会老人日间关怀站，第二名则是新竹县尖石乡梅嘎浪总体产业发展协会，第三名是高雄市茂林原住民族妇幼发展协会拿下。而在一般组成绩是第一名花莲县凤林镇马里雾社区发展协会，第二名是花莲市国福社区发展协会，第三名则是花莲县吉安南昌社区发展协会。记者安乃顺、阿立波新竹市采访报道。另外，第四届原乡杯全国软式少棒锦标赛的冠亚军也出炉了。第四届全国原乡杯软式少棒赛五月一号到六号一连六天，台北市社子岛棒球场开打。最后一天的赛事也剩下四队在争夺冠亚军。已经拿到争冠亚军的新竹关西国小球员相当有信心，以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现在的那个打击都是稳扎稳打，不会说很紧张，就快放开那个压力去打。而在六号上午的赛程，战败关西国小的中山少棒球员一点都不气馁，赛事结束之后一定会再加强练习。不管比赛怎么样，就开心打就好了。输的时候也觉得很可惜啊，然后回去还是要再多加油。全国原乡少棒赛参赛队伍从第一届16队到第三届增加到了36队，而2013年更成长到了48队。来自全国的小选手在台北市尬球技，而主办单位表示，现在的小孩也越来越厉害，球技不输给青棒。现在比到现在呢，现在关西是已经进入了冠亚军的那个决战了啊，现在就剩下那复原跟那个红眼。啊，争这个冠亚军的那门槛，这些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经历了一个上午的赛事，成绩出炉了。新竹县关西国小以10-1打败了台东县红叶国小，夺得冠军。而季军则是由新竹县中山国小以及花莲复原国小。每一位小球员都抱持着棒球梦，不会因为小小的失败就放弃，也说下次明年再战。记者阿丽娜·苏兰·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道。好，观众朋友，您喜欢吃鱼吗？要告诉您，有一项研究显示，常吃鱼的人不但心血管疾病少，而且平均寿命比不喜欢吃鱼的人还可以多2.2岁。美国就有一项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报告显示，每周吃2次高脂肪鱼类的人，血液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会比较高，而且具有防止心血管硬化跟栓塞的功能，所以心血管疾病会比一般人还低40%。心律不整引发的死亡率则是会比不吃鱼的人还低45%。而妇女产后多吃鱼也可以降低产后忧郁症。而台湾东部的雨还要下多久呢？在今天山海气象赶快请教老外，请说。是的 ，Glass， 观众朋友，哎吼，大家晚安。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这也表示说呢，夏天已经到了。而未来白天的温度呢，都会是比较高的。而从昨天的下半夜开始呢，在宜兰、花莲、台东就有明显的雨势。在台东的东河乡呢，更曾经出现过1小时之内有高达53毫米的累积雨量。不过目前呢，已经趋缓。倒是在我们的西半部地区，现在反而下起了午后雷雨。我们就从第一张卫星云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西半部今天主要下雨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午过后因为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云包，所以呢才会下雨。因此呢，要提醒西半部地区的民众，
等等要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携带雨具。而未来呢，对于这种瞬间性的强降雨呢，也要多加注意。而明天也将会是同样的天气形态。而在东半部地区呢，明天一天下来，断断续续都会有短暂阵雨的发生。而至于温度上的变化呢，我们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刚刚有提到这个立夏的关系，是说呢未来的温度会一天比一天来得高，也就是接近到了夏天的这个实际。原因就是呢，因为这个风向呢是吹偏东向的风，是比较暖和的。像今天最高温的地方呢，就出现在台北的淡水，有达到了32.4度。而明天的温度呢，跟今天相比变化不会太大，也就是高温炎热的。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温度是稍微凉一些的，民众还是要多加注意。至于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继续来关心近海的风浪变化，因为目前的风向呢是吹偏东向的风，所以呢近海的风浪呢都不会太大，最高的浪高不超过1.5公尺。不过还是要提醒海上作业船只呢要多加注意的是，目前呢近海容易有雷雨的发生，在雷雨区作业呢会有短暂的强阵风以及瞬间性强降雨的发生。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渔业气象。
明天各地的温度呢会跟今天一样热，特别要提醒我们西部地区要注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民众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而在山区活动的民众要多加注意瞬间性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危险。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 Glass。 好的，非常谢谢老外在今天来到上海气象。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原视，或是您对刚刚看到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都欢迎拨打原视客服专线0800211000。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再会。马萨鲁迪亚跟迪斯，我们原地发声，欢迎收看《原地发声》，我是迪斯马少。谢谢你们来参与，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参与我们讨论，我们下次再会，我还是发来。妈妈，弟弟来，弟弟来，这个肚子这么大，什么时候会生啊？我来问问他。我是姐姐吴贝贝，你什么时候会出来陪我玩啊？那你要小熊吗？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哦。哦，我的天哦，贝贝居然会把东西送给别人呢，哎呦。证明说这个雷射光，这个光到底是不是直线前进？那小朋友呢，只要你能够把田拼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红木是怎么做的了。